虫草鸭子。虫草鸭子是四川风味的保健菜肴。虫草也叫冬虫夏草，作为中草药被人们誉为治疗诸虚百损的良药。与具有滋阴养胃、利水消肿之功的鸭肉相配，使健身养生与饮食享受融于一菜之中。从清代开始，川菜大家族中就离不开这道菜。它的主要原料有虫草32只、熟鸭脯600克、清汤1250克、料酒15克、精盐5克、葱10克、姜5克。制作的时候，先把熟鸭脯切成4厘米见方的块，在鸭肉中间刺一小孔，插入虫草。在锅内放清汤，加葱、姜、精盐、味精、料酒，烧开以后倒在装有鸭块的汤盆里，同时滤去葱姜。把汤盆放在蒸锅内，加盖蒸透。蒸透取出后，放入用水焯过的油菜心儿，加以点缀。虫草鸭子的特点是肉软烂，汤鲜美，营养丰富，具有补肺肾、益精髓、止喘咳等功效。